哎，小姑娘怎么样？脾胃什么？肝脏癌不？脾胃小狗哦，有是脾胃小狗。哎，你妈呢？我拿分一半，我唱。安尼啊，可以啊。台语的部分意涵我来唱安尼。安尼好，唱完以后，日本歌轮到他这边，对，也是不错。大家都分了一点，分几句唱唱。对，好的，来，掌声！脾胃小狗，脾胃小狗。太高了，唱家管这地歌，你那是别安怎唱了，对不对？哎呦，难怪我喜欢那那那唱得好，是不是啊？蓝滔滔岁月悠，哦，我刚刚就主管了，稍等你，稍等，你唱的是啥？《黑的小狗牛》啊？你这歌曲就唱错，你接错了啊？你接到水长流去了。啊对哦，那个是台语的，闽国语的，是台语的，台语的啦，哇！奇怪，我想我都没看大字报，我想提记忆啊，那叫损了呢。哎呀，轮流吧，你们已经是个怎么讲？我们已经穿这个抛砖引玉，是，其实我们唱的好不好没关系，主要是要勾引费玉清唱这首日本歌，日本唱，哎，好不好？好，干完了，请结束，对，我来，好。この板路ちょっと見ながら白鳥層の渡り鳥それで人をさ雨移りだ花ちゃんと岁月悠悠。